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做的一个狩猎的掩体，我们狩猎掩体周围叫 dial。 其实 dial 我们不一定是做这样子，我们有时候会在有些人 dial 会做高架的，高架就是在树上，树上的是会比较是等山猪，因为它的鼻子很灵，会很容易闻到 地上的飘过来的气味，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地面的 dial 的话，应该都不是打山猪的，而且只是就是打松鼠的，狩猎掩体。这个是我小时候去打松鼠的一些狩猎掩体。我们用什么呢？我们用直接用现场的，我们山上很多这个山中鳄子，鳄子很多，我们就会去砍，去随便去搭建一个可以半弧度型的一个狩猎掩体。我们就会弄一个开口，这边视窗就是我们用来观察我们的那个 dobana， 就是我们的饵料。我们松鼠去吃的时候，我们从这边发射我们的弓箭上去，这是我们的那个射口，就是我们射松鼠的那个射口。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你这个空隙太大的话，其实松鼠是很敏感的，那眼睛很利，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其实还可以再去做多加一点山中的叶子去做一个狩猎掩体。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做搭网以后，我们搭网以后，我们就会进去里面。在这里去做观察，去做观察，松鼠的动静，然后再去把它射下来。这个在早期以前，我小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常常带我去射松鼠，就是把我。一个人待在这种小小的一个空间里面，那个时候因为会很害怕，其实那个时候我才几岁而已，差不多在我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我的父亲就会带我去跟着一起去，射松鼠。我们射松鼠的时间大概在傍晚或者是清晨的时候，啊，我喜欢在清晨的时候去打猎，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天还暗的时候，我爸爸就把我带过来说：“你坐在这边等松鼠过来。”这个那呢，那个都掉不掉？掉我都带。他说他去隔壁，他一走我就听不到他的声音，我就开始会害怕了。然后我在那边等会，可是早上还好，因为越等天越亮，越来越我就不会怕。可是晚上又不一样了哦，白天还亮的时候你进去感觉还好，可是等到越来越暗的时候，我就很怕，我就会偷偷的走到耳朵湾那边跑掉。然后我爸爸回来的时候呢，你有打到吗？我说今天没有松鼠过来呢，其实我已经早就跑到耳朵湾那边。我都在那边等他回来。好，这就是我们的狩猎掩体。对，那根还有这根，左右边那两根。看是我的头，我们先上去再找一些。好，去打猎了啦。